马健群在帮你做后面的按摩哈、哦，按摩了就会比较舒服啊、哦、哈、哦。我妈妈手会自己手会拉着那个栏杆，她怕摇晃，她自己拉着栏杆这样。她的另外一只手折到了，我要跟她拉一下。你摸一下她的手。这个手，那你拗过啊？哎，你给伊放平，哎，我想给它放平，这样。你摸摸看，我现在给它放的，哎，放成这样。我去拿一个毛巾垫在他的嘴巴下面。你可不可以顺便拿一个椅子？哦，好。因为他姿势不太好，我坐的才比较好，坐他背部。现在还不用，好，我知道我碰到了。那我放在你脚这边。好，好。我拿了一个毛巾，放到他嘴巴下面，怕他万一流口水的话。滴湿了衣服。没关系，我先弄先排杯啊。现在是按摩头部嘛，哈。嗯，好。有摸到哪里有那个结的地方吗？很多吗？后面这块啊，那个下枕部。下枕部，比较紧、嗯，一般就是紧嘛，或是虚嘛、嗯，或是浮嘛，哦，就是说如果最简单来分，就是说它有没有凹陷，有没有肿胀、嗯，或是那个就是好像一个气泡，嗯哼，就是跟平常不太一样的，大概就这几个现象，嗯哼，所以你们的手是很敏感的哈，嗯，其实就是摸久了啦。嗯哼，其实我们刚开始摸，我其实从以前到现在，我们手，我一直在讲说，我们听力跟手的敏感度跟别人一样，只是摸久以后，我们的那个资讯会比较多。什么比较多？资讯啊，资讯。就是说，像车子大家都听得到车子声音，可是你不会去分说这是摩托车，这是汽车，这是公车。嗯哼。那我们听力还是25分贝，你说20分贝，我们也听不到。可是我们会去记一下说，哦，这个地方是公车的声音，这是摩托车，或是这是谁的声音。嗯哼，就是说资讯我们收集也比较多、嗯、但是你说我们听力有比较好吗、嗯、没有、嗯、像我们人家说敏感度，如果你要摸很细的，没有、嗯、我们跟你一样摸不出来啊、嗯、所以应该说用词不太正确，就是说不是更好、嗯、而是说可以分辨的更多了。嗯哼，像我摸一些东西我也摸不出来，可是我摸过我会去把它记下，这是什么。所以你说哎，它那个触感会很好，没有，但是辨别能力会比一般人好，因为我们都靠这个来辨别。哦，对。像我就是说听到谁的那个公车声音，我就听得说啊，这公车，这是汽车，这摩托车啊，这摩托车在等还是在行走，我听得出来。嗯哼。可是你说我的声音啊，我去听那个耳力测试有没有？嗯哼。跟一般人一模一样啊。哦。
没有说更好。要不要换一个枕头？嗯，应该不用。嗯，对。这个是那个矮的枕头。嗯。你摸得出来跟那个之前摸一个多我们停了多久了？一个多月吧，还是两个月？嗯，二月三月，二月就没做了。哦，二月三月嘛，这两个月了。哦，那就摸得出来有不一样吗？有退化吗？嗯，摸得出来有退化吗？嗯，如果你问我的话，我就觉得说头部这边的还好，其他的还不错，但是那个感觉这边的弧度啊，那就脖子有比较紧了。嗯，对，但是因为后来你们都有给他睡比较低，没有一直给他睡高的，有没有？嗯，那个是他就不会一直把他拱着。嗯，是还好啦，如果你一直给他睡高的枕头，有没有？嗯，他头就可能还是很紧。嗯，现在头有很紧吗？跟一开始做的时候比？现在其实这个时候也有比以前还要好一点。哦，对，你是说比一开始做的时候？因为终究是做了三个月了嘛。对。还有你，我觉得除了那个之外，还有后面你们头都没有一直给他拉很高。嗯哼，我觉得那是一个蛮不好的方式。嗯哼，看他高了你就把他拱起来，看他高就给他拱起来，越拱就越高。嗯，不过他这侧边这一条没有，嗯，还是很紧。哦，嗯，你等一下可以摸看他侧边那个。我摸得到那个很紧的那个肌肉哈，是整块像板根一样这样竖起来的。这里到这里这一条嘛，啊哈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对，那像这样的话，你是顺着它去按摩，还是横着按摩？其实如果你不清楚有没有，嗯哼，就在上面揉小圆。哦，这样是最就是揉。就是假设这是一条板根嘛，啊，就这样子，像柔圆的，哦，这样是最中庸的啦。哦，我们一般柔就柔圆，按，啊，你横的是波啦或躺啦。嗯，对，就是在它那个那块那个横的那个板根上面，你就柔圆的，就不用去考虑那么多了。嗯，这两面都要。嗯，可是那边弄圆的还是一边就可以了。嗯，那边要很轻哦，不能重，哦，因为它下面有一条迷走神经，有人按太重会昏迷。哦，所以那块哈，哦，你看起来这样很想把它用力按，那块反而要很轻。哦，对，因为下面它会有控制我们血液的心跳的，还有我们的呼吸的。嗯，还有那些的神经，所以那一条要注意，有些人按一按吼很不舒服，头会晕眩啊，或是说心跳加速啦，啊，或是休克，有没有？就是那条吼按的方式不太好，所以那条可以按，但是就是轻轻按就好，不要说看它很硬就硬按。啊，有时候那一条下面有一条迷走神经，哦，就会控就是呼吸啦，什么都会有些受到影响。所以我们一般是说，如果没有把握，就是说那一条就尽量不要按。嗯，对。你那个，你那本解剖书后来那个朋友还你没？嗯。
解剖书，他念的差不多了，好像也快念完了。哦，只是他过年后就没来找我，所以我也还没给他拿。哦，应该照他的进度是念完了啦。哦，对。因为我想要听你说这个，去找找看这个迷走神经到底在哪里。好，你找找看，我比较清楚。对对对，所以我要看你那本里面有没有讲到这个，你那本里面有没有可能讲到这个？我记得应该会讲。哦。因为我还没有听。嗯哼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讲到这一部分。嗯。他有没有讲一些就？给你写神经有，他会讲到神经。他神经已经给你了吗？他有是一个部位一个部位。他给你到哪一个部位了？头部的。嗯哼。然后旁边是椅子。对。小心那个那个。他的那个柜子会跑出来，哎，是不要撞到，哎。因为我一般希望他再请过去哈，我们就可以用站的。哦。可是加这个姿势他请不过去，所以变成说你不坐的那角度太直了。嗯哼。现在按的这个地方是什么？肩胛骨内缘。哦。那肩胛骨的那个肩胛下肌。是高蒙下不？高蒙是在这里。哦，看。大姐，你背过给我。啊。